塞满嘴大师，哇，各种塞满嘴，2分45秒，天哪，这万一失败不是很累？这就是集大成了是吧？啊，没戳到。先从这里这样。上面只是补血，可能要稍微慢一下，不然会一失足成千古恨。OK OK， 好，然后把这个删掉，吐出直接飞过去。加马斯的呢？好大，车车，哦，竟然地上还结冰的，呀，好，好滑，超滑的，哎呦，好可怕。哎呦，不然有了吗？时间不知道。这关还真长啊！太好了，太好了，竟然有过，太好了 ，nice。目前好像找不到更多的宝藏之路了，看来是打王的时候了。滴滴滴，哦，气氛还真不错啊，这个前面这里。可是每一次从事都要跑前面这里，就觉得有点烦烦的。要用什么好呢？用剑好了。OK， 把艾菲琳交回来。你还好吗？这是什么啊？狂野地地地，
野兽面具。哇哦哦哦哦哦哦！他戴了什么野猪面具这样子？哼！第二条血条，他变野兽了，我好了，哼哼哼，啊！其实他这样子挡住我视线有点可怕，嗯。就是这个，两倍豆。可恶！啊！有岩浆接近不了。阿健，你累了吗？哎呀，被他逃走最后一集了。哎呀呀呀！对，你想干什么？碎了，那个面具。不曾被狂野弟弟弟火焰击中，哎，我刚刚没有被击中吗？弟弟弟，你还好吗？两分内打倒魔王，但是。以两段以上的能力进化能力打倒魔王哦、oh, ，nice！ 啊，滴滴滴，你会没事的啦。卡比永远都会原谅你的。最后就是无伤了吧。哎呀，差点就一次就全过了。如果我一直按压着防御就好了。哎，他变回来了耶！啊，我看不到卡比的表情，有点讨厌。哈哈，竟然去摸那个……哦，还有幕后黑手就对了。这是怎样？快跑！奇怪，他们怎么会怕这些小狗狗？这只是怎样？赶快起来啊！快点，快点，抓了就跑了！竟然要留下来抵抗！哎，弟弟弟不会有事的啊！怎么可能会输给那些家伙，对不对？哎呦，实验室还真的到实验室了。竟然有英文配音。Entry code approved. Initiating facility navigation protocol.Welcome visitors to the Dream Discoveries Tour of our science facility, Lab Discovera. 啊，梦幻游览。On this thrilling tour, you'll be introduced to the ultimate life form, specimen ID F80. 究极生命体。
From the moment IDF-86 arrived on our planet, it began a campaign of destruction that threatens the native wildlife of our entire world. Luckily, our research team managed to capture it before it could complete its invasion. Once it was contained, our lab began studying IDF-86's spatial teleportation ability. 空间转移能力 that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planetary warp technology we enjoy today. 欸，原来他们是被抓来做这些电力啊。However, 30 years after our research began, 哦，好多哦。A warp experiment incident occurred in this facility. A new life form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specimen escaped in the aftermath. That new subspecimen has yet to be recovered. In the time since, IDF-86 has shown no signs of activity. It is now kept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stasis within the custom-made Eternal capsule here on the top level of Lab Discoverer. And here we are. Let's meet the ultimate life form, specimen IDF-86. 我后悔把我的剑丢掉了。哦，好酷哦！是什么呢？好恶哦！咦？很美丽吧，粉红色的不速之客。不过这位大偶人目前的状态还不完整，因为他失去了另一半的自己啊，是艾菲琳吗？过去驻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众人曾获得这位大人赐予的奇迹之力，并用那种力量飞往了遥远的梦之大地。如果这位大人可以恢复他完整的姿态，被遗留在这被遗忘的陆地的我们，应该也能被授予奇迹之力吧。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了，果然是艾菲琳。哦，好恶心。没错，这个小家伙就是这位大人遗失的另一半。这下子这位大人终于能恢复成完整的姿态了。若想妨碍我完成长久以来的夙愿，那么现在就在此，成为野兽们的食粮吧！咦？等！OK。看，你要亲自上了吗？兽王，其实他还蛮帅的。高尔夫，不对，加尔夫，兽王加尔夫，高尔夫。哎呦，他招式有点难闪，速度。哎呦，真的有点难闪，虽然他好像没打到我。可恶，让我挤满呐！Nice！哎，他到底有没有打到我？第二阶段，
力弹。巡逻队的探寻队的力量，你们在这片人类已经不在的大地上自由的生活不是很好吗？太空探寻队的衣服跟这个地方也还蛮合的，应该就是这边的科技来的吧。好的，手伸到头盔里了，可恶，那到底是什么？这让我从无数的空间中将派得上用场的东西都拉到这里来了，没想到还混进了这种碍事的家伙。哼，也罢，如今我也懒得思考对策了，将一切都吞噬殆尽吧。这果然是外星体啊，虽然卡比也是外星体啊。怎么来的？好恶心啊。哇，连狮王高尔夫也进去了。逃吧，现在只能逃了。可乐，你们快逃吧！我侵略种呀！我要打他吗？我要怎么打他？我要什么时候可以返回来打他 ？OK， 这样打他好少啊！这个时候可以打他。Ow！吸进去了OK 还会丢东西耶，再吃我一击。不行啊，你快逃吧你我是想要闪这个然后攻击他，可是好像有点难抓那个距离。龙之火焰应该蛮轻松的，嘿，有了！等一下，打错了，为什么是打那边？没有办法 target 他的脸。喂，都打到别的那个上面了。
再来，挥！对，赢了。不愧是卡比，但是艾菲里被抓住了。哇，最后还是被他融合了。哎呦，还好他拦住我，不然就掉下去了。先番茄，那后面有东西吗？哦，所有的能力都可以用，不过觉得用太空探寻队打这一关还蛮合气氛的耶，突然变成银河战士，最后大头目了吗？最后之战，最后的决战。不管是多么强大的外星体，卡比都不会输的。啊，原来你们两个融合是这样啊！啊，菲克特，哦，他有一个武器耶。打不到，他不下来，我要怎么打？啊！下来了。哦哦哦，他的招式很炫呢。哦，好险！还好我先闪了。啊，要飞那么远。啊！哼！哇！呀呀呀！我的头盔！哼！OK， 好像找到一个蛮不错的方法。哼，哎，没有了。哇，这什么？耶，好险！刚好打进第二阶段。哦，好酷哦！竟然直接传送外星的陨石进来，哇，好大！哎呦，这个怎么闪？闪！哎呦，没闪掉，哎呦！
字好多、他在干嘛？啊，这个才是本体，回血啊。哇啊，竟然还有第四段。等一下，我没地方躲了呢。这时候根本不给人家打，哼！对，他不是掉到正中间 ，OK，OK。被打到了，哼哼，哦，这个后续的那个横斩还蛮难，还蛮闪的。跑掉！奈子，要跑掉！啊！OK， 哦。塞满嘴，抓出来！解除完全体的形态了吗？原来是赛鲁啊！为什么他还可以维持这个形态？他的意念也太强了吧！这股力量太惊人了，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力量？阿碧怎么了吗？怎么你说波普之心？那就是卡比你们星球波普之心吗？没想到他居然把波普之心都吸过来了，难道他想要让波普之心撞上这个世界吗？你赶快阻止这一切才行，可是怎么做？卡车？哇塞，哇塞，真的假的？啊！呼呼呼！冲啊！跳！这什么东西？为什么有这黑黑的东西？卡车也太强了吧！哎呦，吓我一跳，差点掉下去！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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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nice！
根本就是背那颗酒了。这么刚好，这么刚好，等一下。去吧！这卡车其实看起来没有很快。你还……哇塞，这要怎么办？卡比，你要怎么办？还可以这样吗？原来变成 B。还有招式啊你！啊！原来是龟派气功对决！啊！还可以这样啊！强了吧？不是卡比本身强，是卡车太强了。我觉得我的摇杆要坏了。回到波谷之心了。可是一切都要被吸走了，这样下去一切都会被吞噬殆尽的。我用我所有的力量关闭世间之间的联系。哦，这么厉害，这么强，这么强大。这也太和平了吧？他刚刚被吸得那么惨。啊！哎，竟然回来了 ！Why？ 把刚才的感动给还回来啊！哼，怎么大家都在？还真和平啊！大家要开 party 了是不是？这次要不是艾菲琳的话，波普之心要毁了。因为波普之心看起来比遗忘之地的那颗星球要小很多啊。而且他们还可以自由穿梭在波普之星跟遗忘之地这颗星球，自由来回。好，那么一周目结束了，可是后面还有新的剧情的样子。
不过最后竟然魔王四连战呐、啊，就是把 DDD 的两个阶段给算进去的话，魔王四连战呢，最后那阶段其实还蛮难打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打的还蛮过瘾的。如果用速身打的话，应该会更紧张一点啊、哦，难度应该会更高一点。一周目来讲，我是觉得时速其实实际上的关卡是蛮短的，只是都是在挑战那些宝藏之路，所以宝藏之路因为视觉上它美术上感觉比较没那么有创意，所以感觉比较不像一个完整的关卡。不过其实它也算是一个短短的小关卡了啦，而且宝藏之路有些真的还蛮有趣的，那关卡本身当然是够有趣，没话讲。整体来说，这次卡比第一次做成全 3D 的，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啦，而且玩起来也非常好玩。难度有到最后有调整到就是还不错的难的难度，所以觉得还不错。不过如果一开始预期是很简单的卡比游戏的话，可能到最后会有点惊讶吧。连我都觉得有点惊讶。好，这一集的卡比之心探索发现就先玩到这里，下一集会继续有后续的剧情。那么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To be continued. Just 给我踢回标题画面。